习具备什么条件。我觉得只有领导人具备了好的条件，才能够选出好的人才。那人才呢，必须有意愿、有态度、有能力，才能够符合人才。我觉得郭德老师是一个很低调的人，但是他是非常具有想法，他需要很多匹的千里马，然后为他一起去打拼。他是一个做事高调但是做人低调的一个老板，然后在真正接触了 Mr. Cox 之后，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有亲和力的人，他让我感觉我是很荣幸能够加入到他的团队。我就觉得这个行业并没有我想象中，哎，怎么会做这个行业，怎么会有这个导师出现呢？原来他其实是把 Battery 这个行业跟现代的科技是有关联的，所以我觉得，哎，这是一个很 interesting 的东西。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，然后也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师，因为我看到他把这些传统生意然后现在移去线上生意来做，就是做一个转型一个改变，所以我会选择他的战队，就是这个原因。他愿意用一个大家眼中可能不是很看得好的一个行业，却能够把它跟现代东西科技甚至未来，我觉得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潜力。我觉得我能够加入，我能够为他们去做出一些贡献。它的产品是可回购性，而且加上整个市场是非常大的，所以我觉得会加入他的团队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计划绝对是可行。我会加入 Mr. Cox 这个团队原因是因为他的行业算是比较传统的，跟我现在在做这的这个行业是有一点相似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在从他身上学习到我想要学习的这个东西。我觉得跟员工之间就必须像跟朋友一样的交心，把员工当成好朋友好自己，那大家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可以大家互相的去了解，就是像是一个 partner 这样的一个伙伴的模式吧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大家才能一起走得更长久，把生意做得让全世界都能看到。一个老板如果能够用如此真诚的状态去对待一个员工的话，对我而言那个真诚让我觉得我们可以去为未来做出更多的贡献。倾听每一个员工的这个心声啊，然后给予每一个人就是有这个平等的这个发挥的这个机会，然后最重要是他可以重视每一个人啊，然后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一些东西。我希望的老板是一个特别 open minded， 然后还愿意去接收员工的意见，以及是在思想上有碰撞跟交流的一个老板。冠老师，谢谢你选我。我本身希望能够跟着一个有格局、有野心的老板一起来打拼，让我自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发光发热。我会竭尽所能带领我们的团队，大家一起冲向冠军。我相信这是一个缘分，而我相信我们能够一起去创造更多更美好的价值。好，谢谢你。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，尽量发挥我的长处去帮助这个战队，希望能够进入总决赛。